拍微光摄影，在这样的高 ISO 的相机上，各位知道从 D3、D700、D3S 开始以来，就一直是尼康的高阶相机的强项。那到了 D4， 可以在更弱的微光下拍照哈。那这种不用闪灯的现场气氛的照片更温馨，那现场感更好。那我其实常常带着 D3S， 在这个之前呢，带着 D3S 去拍夜市。拍夜市如果用闪光灯强拍，那感觉非常不好，而且夜市没办法跳灯，一跳就跳到天上去了。那用闪光灯直拍效果不好，都是带着 D3S 配大光圈 1.4、1.8 的镜头去夜市，用高 ISO 去拍，那感觉非常好哈。好，这是微光的那种拍摄。那解析度，看一下解析度哈。因为要有的要稍微放大一下看看，像这个细节够细了，够细了哈，够细了，好，就这样看吧。好，那我拍了很多的就是运动的项目哈，那我想时间上还有很多给黄正老师要说明的哈。运动的项目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，那这个它是刷刷刷拍很多张然后抓到的哈。哎呦，我的小电脑跑得很慢，所以就看过去就好了。那放大的准焦也都非常准的，就跟刚我放那个帽子的局部给各位看一样哈。那我们就看个一张看一下那个细节就好，那修牌上的字名字都看得到哈。那我想这个效果就我非常非常惊人，比 D3 快非常多，那实际拍的手感才会知道啊。那我用我的经验跟各位分享哈，这是违规的哈，违规的小动作，裁判没看到，第四都看得到，很多哈，裁判没看到，第四都看得到，哦，扯衣服的啊，推背的啊，哈，都有哈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不看太多，看高 ISO。好，这样的瞬间影像哈，那足球根本是不定向的快速奔跑啊，不是像田径是定向的快速奔跑。那足球，我想足球、橄榄球、美式足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。拍生态，效果好不好？时间到了，不是哦。好，看放大的细节。这个都是原图还没有处理的哈，还没有处理的，我只是把它就是放在这里，所以图很大，小电脑很难跑啊。1600画素的影像 ，JPEG Find，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细节啊。像这样的细节，拍生态用高 ISO。看一下细节，那这个很多人去拍过了哈，胡子哥也拍过哈。对对。好，看看那个准焦的那个程度，我想是非常让我满意的啊。那这台呢还不是完全的正式要上市的机器，就已经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，那是非常好啊。好，到了傍晚的时候用ISO，像这个对焦，像这个直的。各位拍过鸟人就知道，对焦要对在哪里，要对在眼睛啊，很难对，对不对？很难对，它的单次 AF-FS 单次对焦准不准？很准啊，很准哈。那当然一样是有那个前后各20段的微调了哈。那但是我不用微调就可以拍的准焦哈，那效果非常好啊。效果这个是 ISO 12800拍的，那我想给各位看一下它的 ISO， 我的部分就一个段落哈，因为我实拍的 ISO， 我觉得是非常惊人的哈。ISO 3200、6400、12800，实际上大胆的用这样的 ISO 去拍你希望在弱光下能够拍到的，或者是希望能得到快速快门动作的题材。3200、6400，然后ISO 6400、ISO 12800。好，那我想这个是它的非常强的强项啊，就不是只有在高 ISO 去它可以提高快速的动作，让你去抓到瞬间的画面，不只是在弱光下，有时候在晴天我们都会看到 ISO 3200、6400。那各位看一下我刚刚说过的一个 ISO 从50100是它的标准 ISO 可以模拟50low one 然后200、400、800几级啊，一级、两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、六级、七级，七级是它的责任 ISO。往下一级，往上四级，那12800，我们先看，从3200起看，低的就不用看了。那如果不好才奇怪了，当然都很好了哈。从高的开始看看几个，看放大来看它的字。这个色差是投影机有一点点色差哈，
好，看一下那个鼠背的字，看一下暗部的细节。各位，这是 ISO 3200，看 ISO 6400。那我很认真的帮各位做了很多的那个比对哈。那不能盲目的推荐呐、啊，现在据说盲目的推荐，那个啊政府那边啊消保官哈、啊、会那个找你哈、啊，找你聊天哈、啊，找你聊天哈、啊。好嘞，那这个是 ISO 6400，12800，第四的责任 ISO，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。看书背的字哦，一般如果 ISO 不好的，中间调应该都已经挂掉完蛋了。各位看到中间调，啊暗部细节，啊木雕的小细节都还在，书背的那个笔画的字都还在，啊25600呢。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啊第四没有把它，你共没有把它列为责任 ISO。其实25600对我来说，必要的时候是可用的哦，是可用的台湾哦，啊到51200。51200，亮部不用看，亮部其实都一定漂亮了，因为它曝光不足的程度没有到那么少。看暗部，51200，噪讯开始出来了啊！这真正我会觉得到25600是实用的 ISO， 不只是到12800、51200啊，暗部细节噪讯，笔画的字看不清楚。到100000，当然就很清楚，这样就不放大就看得到了。那200000呢，真的是一句话，必要才用啊。但是嗨四，我想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跟程度了哈、啊。那第一次可以做到10000到51200是实用堪用的 ISO， 非常非常厉害，这是我很诚恳的这样讲。好，不只是12800，25600放心大胆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哈、啊。那这个部分的噪讯就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哈、啊，这是200000，那、啊、这是200000啊，200000就不放大了啊，能看得清楚了哈、啊。好，回到50啊，50是这样子哈，50其实一般我们知道它是。其实是过曝一级在啊运算减暗的啊，在运算减暗的那亮部很容易过曝。实际上，控制好，其实亮部并不会过曝，有过曝的问题了。啊，50跟100，那责任 ISO 是 ISO 100起哈、啊，它的那个啊标准的理想感测值，那就放心大胆用 ISO 100开始拍。很多人都希望是用 ISO 100，那100到6400都放心大胆的用，必要的时候用12800到25600。那这是我给第四非常高的评价的原因呐、啊、哈。好，那其他有任何不足的部分，我想我们就有时间再跟各位再来细聊。待会有时间我们也有交流时间，我要交给黄宏正老师。那待会另外结束以前哈，黄正老师这边先讲，还是我这边先放一下 HDMI 的录的几段，就是录的那个小片段，大概都是30秒、20秒。